柴玉芬去年开心产下女儿，时常透过社群分享与女儿生活点滴的她，六日发文写下居然能拥有一个和能共感共情的小女孩，并说明表示自己给女儿听亲爱的小孩这首歌曲时，她居然含着泪，本来以为只是巧合，没想到过几天再给她听鲁冰花，女儿竟然随着歌词瘪嘴泛泪，随后改放其他动感的歌曲时，她也可以跟着一起嗨。对此海芬姐也直呼，怎么才三个多月就能有那么丰沛的感情啊，并附上 hashtag 幽默说道，是不是该送去拍戏。贴文一出，不少粉丝都赞同海芬姐将女儿送去拍戏呢，直接变成新妈啦。